shake down your touch, you promise me we'll get out each tendency. 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 When it's a jam at door, it was simple to console you. Since you need your shine, since you want a microphone.这边前翻完后呢，再帮我看一下右手边，谢谢。好，我发现很多人也很喜欢我们做的音乐，所以太感动了，太开心。然后 Without You 在 KKBOX 当第一名的时候，我哭了。然后如果以后 Ocean 得到更多名火章，我应该也会哭，跟一个爸爸一样很 proud。所以我要跟 Ocean 说，谢谢你。谢谢 我已经得到最大的奖，就是跟你一起做音乐。谢谢、yeah. 谢谢陶生老师。那我想等一下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有甚至可以帮我们再递一下哦。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身为新人能够有老师的赏识，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公司一起合作，然后让你去发挥才华，其实这件事非常难得的，刚好又碰到了这么好的老师跟这么好的艺人，所以没关系，缓和一下情绪以后再跟我们分享。对，其实我自己做音乐我做了四年，然后在这途中其实有遇过很多低潮，然后我其实一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要找到一个真的很爱音乐的团队，然后其实我运气非常好，就是我在就是被我遇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边是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样，然后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小孩一样，然后给我们无限的自由，然后不会给我们任何压力，然后让我们放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又很相信我们，我觉得就是相信我们，所以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我们的想法发挥到极致，因为我们没有束缚。对，所以谢谢。在这个最感性的时刻，有没有马上偶像来出场？那个时候顽童很红的时候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红。不是不要这样啦。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很忙了，接下来你会更忙，然后你几乎会没有什么时间待在录音室，所以大部分你后面的人生都会是在路上创作，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你带在身上它很好携带，很小一个，然后应该蛮实用的。谢谢，真的超实用哎！之后要很忙碌的时候，记得就要带着这个。如果不会用的话呢，请记得不用看说明书的，直接找瘦子比较快一些。对，就插进去就好了。对，我自己就用这个，我自己用那个。哎呦，不要不好意思嘛，这是一个十字架。是，然后就是上面有我的 hashtag Ocean Rap，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你可以挂着，你不要带着。对不对？可以偷看一下这个他的 hashtag。你给我一个，在旁边。你给我一个你的周边商品。你上面有你的 hashtag 干嘛？所以这东西有在卖吗？没有，他没有在卖。哦，是客制的。对。所以你客制的时候跟老板讲说，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 hashtag 放上面。对。好，谢谢啊。是独一无二的啦，不是那个周边商品，每个人。我跟你讲，我会带。哦，真的。我真的会带。不要带。我真的会带，而且你有一个吧？对，我有一个。所以是一样的啦，是有点恶心的。所以你可以放着。谢谢，我很喜欢。然后我是真的一个很幸福的小孩，因为我爸爸是教授，妈妈是老师，所以其实看到自己的小孩身上都是刺青，他们绝对是很担心的。可是因为他很爱我跟哥哥，所以他们很放心的让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很幸运的小孩，然后遇到这么好的公司跟朋友，我就觉得幸福。